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叫饥饿的人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将听天天是若是徐行就有福。我的弟兄们，如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阿们。好，现在下面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活水教会的一切的事工，一切的所有的神工都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最近我们的教会面临要改建，我们把我们这个改建的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保守我们活水教会在这个改建的过程当中一切都能顺利。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把我们活水教会每天的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这一重大的事情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阿们。